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，归于你，归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感觉我比现在状态不对啊，还有他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他爸打的吧？不然谁敢对他这样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而谁打得过他呀？你说我们两个要有人保护。都到这份儿了，为什么我就恨不起来呢？毕竟是亲爸，怎么能说恨就恨呢？我连跟他打架，我都下不去狠手。那个，你笑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就认真交过这一个朋友。我以为遇到了知己，朋友没有。好了，哥哥，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？打沙袋打的，这个沙袋太讨厌了，我去帮你收拾它。别，沙袋太硬了。还是无比哥哥厉害，他打沙袋从来不会伤到手。哥哥最近怎么不来了呀？他迷路了，找不到家了。太气人了，我刚都看不下去了。就是。欺负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没见到哭过，这还是头一回。咱们必须得帮吴比把这口气出了，不然咱们吴一德国际中学的一霸也太窝囊了吧。就是，我早想整他了。同学们，咱们这学期助学金票选的结果已经出了。获得助学金的同学是乔楚楚和苏玉两位同学。
大家有异议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就祝贺这两位同学。哟，换戒指了呀，一套的。你老公呢，是真疼你啊。我这点小钱啊，在吴太太面前就不能显摆了。你看人家一款60年代的高定胸针，就值我好几套呢。哪有那么夸张？都是老公送的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是苏玉的妈妈吗？啊，我是，你好。啊，苏玉申请了助学金，我们想了解一下她的家庭情况。我现在不太方便。您稍微晚一点打来吧，谢谢。来，接着打。苏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妈听说你申请助学金了。我每年都申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为什么宁肯申请助学金也不要妈的钱？因为那是你的钱，跟我没任何关系。拿着。凭什么？妈不想让你被人看不起。我靠着自己的成绩获得国家补助，减轻了我爸的负担，为什么会被人看不起？请不要把您的虚荣心扩散到每个人身上。妈不是虚荣，妈是心疼你。怎么着，又有人在学校贴吧跟你表白啊？哎呀，不是，出事儿了，苏玉出事儿了。学霸为领助学金，故意装穷，其实真实身份竟然是富二代，什么情况？韩伯古郎，又偷偷玩电脑是不是啊？不，怎么回事？不写作业你玩它？我跟你说，马上给我关了，关了啊！哎，等会儿，爸，我有事儿问你。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废话。哎，就是那苏玉他妈的事儿。苏玉妈妈？啊。苏玉妈妈怎么了？苏玉他妈再婚的事儿，您知道吗？哎呦，这谁不知道啊？这一片都传开了。关啊。好好写作业啊！啊，不许再玩了。哦。好好写作业啊！再碰一下试试。哦。怎么办？你知道昨天晚上贴吧苏玉那事儿吗？谁呀？就是他妈妈嫁了个富豪。富豪？他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是。对啊，就是他家一点都不穷，装特困生。他妈嫁了一个有钱的。来。那个贴吧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和韩博控已经联系吧主，让他们删帖子了。什么帖子？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呦，这李雷、韩梅梅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昨天有人拍到你和一个漂亮女人在学校门口的照片，就散布到贴吧里，说那人是你妈，说你不是贫困生，其实家里条件挺好。你说这种话都有人信啊？我做你同桌多久了？你家是还说什么？哎呦，真没什么，我自己去街坊看。哎呀，你就别去看了，我跟你说好吧。哎呀，这咋说呀？哎，过来。
真没想到苏怡成绩那么好，作风那么正，他妈竟然是第三者。你说这不仅破坏人家庭，还导致人妻离子散的，你说这什么事儿呢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昨天的置顶帖啊？我不怎么玩贴吧。那你得赶紧去看看，简直颠覆你的三观。哎呀，你不知道他跟苏玉关系那么好，跟他说什么呀？好什么呀？俩人前两天不还打架了吗？没事儿。哎呀，像那种人多说几遍都不过分。苏玉，苏玉，你的助学金申请在审批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些问题，不过老师是相信你的，只不过这件事情现在传到了校领导那里，影响不太好，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现在成绩才是最重要的，知不知道？是你干的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和我爸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非要把我最后一点自尊都践踏掉，你才甘心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人吗？不然呢？除了你，这个学校还有谁知道我的家庭情况？对，你说什么都对，就是我，我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就是想报复你。哎，你擦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呀？全都染我身上了。对不起。圆呢？爸，我上学去了。哎，路上慢点啊。嗯。他妈是小三儿啊？不是吧，这么恶心、啊！他妈可真厉害、啊，
孙悦，这回可以请我们吃冰淇淋了吧？对啊，请全班都没问题了吧？无比哥哥，是不是说要有同样的生活？你一个人来的？对呀。阿奇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小手真凉。你苏玉哥哥今天没来学校？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来找我？上次我问苏玉哥哥，你为什么这段时间不来找我们了？他说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家了。上次你送我回家，这次该我送你回家啦。哥哥已经没有家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呀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？这是妈妈给你织的围脖。对于我们一家，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，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，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。原来是这样，还以为无比从小是在这一片长起来的。这孩子其实也挺可怜的，虽然家庭条件不错，可是他妈呀很早就去世了，他爸又不关心他，又娶了一个媳妇，现在这孩子连家都不想回了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，也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，多美丽。是不是说要有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？是不是说要有同一个心事？
儿子回来了。啊。哎，苏玉回来了，正好，快洗手。今天冬至吃饺子的日子，我给你包了西葫芦鸡蛋的。朵朵呢？一回来就找小五玩去了。找小五玩去了。这小孩，你说怎么这么喜欢串门啊？哎，你说这孩子也是有意思啊，不管掐得多狠，撂爪就忘。你说说。哎，你说他俩今天打不打？哎，打不起来，哪能天天打呢？你说是。要打的话呀，那小五可不是个个。是吗？让我闺女一推就推倒了。不用你尝尝，吃饺子。好好好，来，你吃点蒜吗？嗯，我给你包点蒜。你包个蒜。你吃饺子。啊，这吃。没想到，这孩子还真有主意。直接跑去找你了，叔。您就别跟周姨说了，我都答应朵朵了。成，叔听你的。哎，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没来，叔都想你了。苏玉，他就这样，从小就倔，爱钻牛角尖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多大点事儿，这谁没说过瞎话啊？叔。苏玉没跟您说，说什么呀？啊，没事，叔。苏玉，他还好吗？好着呢，刚吃了一大盘饺子。哎，你也进去吃点吧，今儿冬至，正儿八经吃饺子的日子，有你最爱吃的西葫芦鸡蛋馅儿的。不了，叔，我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行。是不是你俩干的好事儿？你这么晚叫我俩来，就为了夸我俩？道歉！道歉？给谁道歉？你说给谁道歉？不是你没搞错吧？你让我俩跟那小三儿的儿子道歉，凭什么呀？我们俩可是替你出气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替我出气？拿我家的丑事四处宣扬，这是替我出气？我们也没有提你啊。我不管，今天晚上必须在贴吧给我公开道歉，不然谁也甭想出这门。我前年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，对不起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苏玉，你能帮我讲一下这道题吗？这帮墙头草，前两天说闲话的是你们，现在看到道歉帖过来讨好的还是你们。真的冤枉他了。嘿，哎，苏玉，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呀？那俩人不是已经在贴吧公开道歉了吗？现在大家都同情你，没人说你闲话。别提这事儿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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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咱们聊点开心的。嗯，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没跟五笔一块儿走啊？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
怎么了？不会是他抢你心上人了吧？是他爸抢了我爸的心上人啊！我妈的现任丈夫就是他爸。不会吧？哎，牌够亮啊！哎，怎么着？嗯，成吗？成。哎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好像没给钱。给什么钱？你老爷们儿之前骗了我们那么多钱，我没拿你以身抵债呀，那就不错了。怎么着？是老板，我来碗打卤面。哎，哦，好，您先稍坐一下。您先坐哪儿？他爸就是那个鼎鼎有名的富豪啊。那他为什么来咱们学校，还对你那么好？哎，不会是他爸故意安排过来拉拢你的吧？他也是前不久才知道的。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不过这也太棒了吧！瞎说啥呢？你想想啊，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富豪老爸，还附赠一个那么疼你的哥哥，你这妥妥的玛丽苏男主剧本啊！滚滚滚！你最近怎么没跟冒充在一起啊？以前不是总一块玩吗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他抢你心上人了？哎，你倒是说对。真假的？就那台湾姑娘？嗯。他喜欢的人是冒充啊？所以说呢，谁比谁好过呢？哎，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形成大一统的共同政体的这么一个国家，早于西方大约700到800年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个重要的学界的理论。我听说吴比要转学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今天去班主任办公室，听到班主任在和其他老师聊这个事儿。又在电视购物上乱买东西，什么叫我买的？这人家吴比给我买的。他什么时候给你买的？好像上个月吧，一直放邮局忘了拿了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还真挺舒服。你说吴比这孩子太有心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给他划过去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么多天还没过去，我小心眼儿啊！我把实情告诉你，您看您心眼够不够大？什么实情？这可是您逼我说的，我妈嫁的人就是他爸。你说他爸是？对。您所谓的好哥们儿，就是您前妻的现任丈夫。我好哥们儿，我老婆，我前妻。今天把这事跟我爸说了，
对他打击是不是特别大？我还那副语气，他应该挺伤心的。时光。